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Grace。迪拜又进入了40多度的夏天，所以我决定逃离迪拜，来到马尔代夫。今天开启我的马尔代夫之旅。下了飞机之后，在机场就有酒店的人过来接你，帮你搬行李，还有自己的私人管家，帮你制定行程、预订餐厅，什么事儿都可以找他。这个对着海边做 SPA 太好看了吧！我们选了2天沙滩别墅，2天水上别墅，2种风格各有各的特色。Unlimited mini bar。每个沙滩别墅都有自己的私人海滩，打开门就可以游泳了。好，我现在要尝试一下站着划船。站起来了，站起来了。这么厉害吗？只要做水上瑜伽。浴缸和淋浴间都是在院子里，可以边晒太阳边泡澡。每个房间门口都有一个小水缸，进门前先把脚上的沙冲干净。一直想象自己在马尔代夫的海边做瑜伽的样子，但是真正来到这里的时候，发现比我想象的还要美。听着海浪声，面朝大海，两边还是水莲花簇拥着你，这应该就是仙境了吧。